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梦婷。今天跟小基友去打卡，深圳文和友。然后今天下了很大的雨，我现在去接他。Hello， 我见到我的小基友啦。然后我们现在出发去文和友，非常远的距离，然后就看到这个深圳文和友了。我们马上过去。我们现在到啦，这里好像在排队耶。哇塞，好多人啊！好，我们现在去找一下那个茶颜悦色，看着还不错哟。妈呀，吓到我了！哦、这是干什么的？过去看。这个是臭豆腐。我们在这里排队。毛线呢？哎呀，给我拧成个落汤鸡了都。这里有个隧道，不知道是干嘛的。先进去看一下，这里面是一个商场。哦，好多漂亮的小姐姐哦。这里奶茶店跟服装店在一起，挺奇特的。好工业风哦，好想来这里拍照哦。你看这个电梯。我朋友很好奇这个电梯这么破旧。妈耶，我的天哪，这个排队的人。开吧，姐妹儿！天哪，我们现在来到这里，这个茶颜悦色人特别特别多。下午我俩本来想就是买那个茶颜悦色喝，结果他说现在取号取不了了，然后要六点钟的时候我们俩再来了。那等待的时间给大家随便拍一下里面的景吧，还蛮有意思的。我觉得这里面拍那种不良 JK 是吧，罗琴？不良 JK， 然后一些比较暗黑的片应该是很好的。我俩现在就自拍一下，发现了一只骆驼，这手感还蛮真的哈，有点像狗毛哎。里面不知道是什么，还蛮有特色的。这为什么挂了几块腊肉？北海道纯种黑金毛，闭眼喂。这个店家好幽默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上楼啦。这个是二楼的样子。这个是烤生蚝的，生意还蛮好的。这个，这里能拍到它的全景。不愧是网红啊、哦，超级多的人。现在去第三楼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下面的景色，到处都是拍照的，我给大家发。世风日下呀，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。你看你们还在单身的时候，这个小哥哥已经被一群女的围着拍了。第几楼来的？三楼。这是第三楼，三楼我们看一下。蹦迪厅，蹦迪厅，姐妹说马上茶颜悦色两分钟开抢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了。这个是他们的周边，这里有一个宠物卖宠物的地方，好漂亮，6800。